浩廷要当爸爸了，上周我们带妹妹去体检，没想到医生说她竟然怀孕了。回家后我赶紧搭了一个产房，因为距离预产期也很近了。就在今天早上我准备去上班了，她却变得更加黏我。等我回来的时候发现妹妹已经在生产中，我以为浩廷是想在这守护自己的孩子，可惜母猫有些难产，我赶紧拿了一个罐头想让她补补身体，没想到赵又廷，母猫生产吃的东西你也抢，有本事你也给我生一个。赵又廷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儿子。ここは私は一体あらわ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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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何こ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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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Everything sucks. Just kidding. Everything is great. No, really, I haven't thought about my ex today. Oh no. 谁偷吃我火龙果啦？是不是你偷吃我火龙果？不是啊，我不在村那玩意。肯定就是你吃的我火龙果。我藏在人群中，然后失去指控，想我的名字从你的记忆清空。那你哭哪哭？三台的高粱一 QQ 蛋，辣丝五吨，浓郁吃茶叶吃入口绵绵。吃饭前。吃饱后，事实重要，男人无惧无畏。今日は何センチくらい可愛くなれますか？一千、二千、三千、四千、七万、もう一回。背伸びをしてても褒めてよね。你过来干什么？不是跟你说过不能偷喝奶吗？你为什么要偷东西？你走吧，我再也不想养你这种小偷了。哼。想象中的你，实际上的你。你还跟我打架是不是？还跟我打是不是？我操你高头戏，你玩不起，你个小垃圾，你真没有实力啊你。Ring ring ring， 希望听到你说嗨。拉长耳朵，提高警觉，神经细胞全面戒备，你的电话绝不漏接。查给呀，那波波哈个小朋友，还抓不抓人了？还抓不抓人了？说话！这个最牛逼！
快给你身边的猛男看。准备好了吗？跟我一起出发吧，龙咆哮，快发给你喜欢的人看。只能喜欢我，你没得选，不然吃了你。拜拜。Taking a chance cause I like you a lot, so I'll give it a shot, give it all I got. La di la di da, la di la di di. Suddenly you come and I lose my brain and I float up the moon. 快发给你身边的吃货看。Hi, stop. Are you hungry? Yeah. What do you want to eat? Ham. Hachoo. Now. 우리가기나가야지초코来给他们凶一个！哇！啥样的家庭能像你这样一天吃三根毛条啊？而且我们家，又不是亿万富翁，王思聪家里也不能天天一天吃三根毛条啊。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完了完了，事情好像闹大了。几个月前，朋友把母猫寄养在我家。虽然幼婷的举动过于亲密，但是她根本不行，我就没放在心上。他妈才不行！没想到今天朋友发消息，可以啊，幼婷，绝育了你都行。本想做亲子鉴定的我，一接到小猫。幼婷，你也太宠小猫了吧！大家快帮我取个名字吧。为什么要养猫？因为一些破碎的情绪需要小猫来治愈。因为它会永远陪在我身边，带着满眼的喜欢和关心。因为它是我唯一可以用钱买来的纯粹的爱。我让我爸帮我养猫，由于家里的猫要去医院打疫苗，我就让我爸帮我买个猫包。为了防止他买错，我特意叮嘱他要买能手提的，结果发给我却是。我讨厌我的马，说我想咋耍就咋耍。